大家好，我是偏好艺的文启成，今年22岁。我的爱好就是唱歌跟健身。健身可以给我们就是身体健康。然后除此之外，我参加这个阳光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有自信，更还有就是阳光。请大家多多支持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表演的就是唱歌，我要唱萧敬腾的《新不了情》。但是我会唱他 chorus part 就好了。1、2、3。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爱你怎么能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缘难了，情难了。谢谢。叫我张一俊，来自夜星湾阳光新郎2012的偏好9号，今年22岁，来自吉隆坡。我喜欢时尚的打扮，然后我喜欢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所以来这个参加这个阳光新郎的2012，所以现在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请记得支持我偏好9号。这个不错。哇，厉害，蛮屌一下我的，很好很好。OK， 下一个来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这是谁呢？猜得出这两位的歌星是谁吗？第一个就是周杰伦，第一个就是郭富城。请记得在决赛来支持我，我偏好是9号张艺俊。大家好，我是夜2012阳光型男的其中一位12强的参赛者，我的名字叫 Kevin 曾景胜，编号是8号，今年21岁，来自吉隆坡。然后虽然呢和其他参赛者比起来，我的个子可能会瘦小一点点，可是我相信只要有自信，一样也会发挥出阳光型男的魅力。所以呢，你们继续一定要支持我，然后10月8号还要支持我这位8号的参赛者，好不好？你不在，当我最需要爱，你却不在。我受了伤，在偷偷好起来，但你不在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当我需要你们的支持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在我身边呢？记得支持我，8号 Kevin 曾景胜。再见。